作为一个女人，我生错了时代，但恰恰我又生对了时代。应该说，我人生的起点就在这个叫做归家院的地方。五岁那年，被家人卖到这里，跟随江南名妓徐佛学艺。父母的容貌早已模糊，对故乡的记忆只有离家时。 开满山路的九里香，被人像货物一样挑选，是每个在归家院学艺的女孩必须面对的宿命。14岁的我到吴江周家，那个充满嫉妒眼光和是非争斗的深深庭院，直到周家老爷离世，我被逐出家门。之后，我以杨颖莲为名。 到教坊司入籍为妓，在乱世风尘中一路飘零。以莲。 桃花不错，现在梅花妖艳，梅花美，现花，我告诉你，这杏花，哎，桃花怎么样啊？好，好，齐爱春，桃花，六宫读倾国，一笑可留春。 武才兄啊，我大老远从杭州跑过来就是冲着你的面子。一个人喝闷酒，太不够意思了吧？是不是我们几个人订的花榜撑不起你的眼皮？我看你的官瘾又犯了，你还在惦记着官场那点捞糟事吗？哎，你想你活得多累啊！嗯，你看。 实在是冒昧了，在下松江陈子龙。陈子龙，你是云剑三子的陈子龙？正是在下。刚刚我被一群歹徒追赶，我慌不择路，实在没办法，就。好像。 陈公子一副读书人的谦谦君子相，没想到会同街上的泼皮动手，还会与小女子调笑啊！我陈子龙何等人也？我是生平第一次来这种地方。不。
刚才有乱党在街头斗，有人看见其中一个逃进了醉仙楼。军爷，这里哪里会有乱党？如此香艳的地方，只有才子佳人。军爷，包涵了。哟，这位军爷这么性急啊！ 莫非您还喜欢看女人换衣服？军爷，我早就嫌这件衣服太素，想在上面画个梅花，可是就是缺个帮手。要不？ 你帮我画，这。叩白门，杏花，淡红褪白，春风醉，活色生香第一流。得罪。 多谢搭救之人。敢问小姐芳名啊？陈公子既然从来不来这种地方，又何必问什么芳名、原名呢？上山莫低，一水。杨颖莲，梅花。 明月愁心两相映，一枝素影独堪怜。叩白门，杨颖莲难分伯仲，请在座诸位共作评判。梅花与杏花，三朵之差。今日花傍状元杨颖莲。 叩白门，看花，董小宛。
谁？哎，快上来呀！你看，就是天上的月亮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我该回家了。中了，总算是中了。读了这么多年的书，我终于可以有一番作为了。怎么，你不替我高兴吗？高兴啊。英莲，这五年来我两度赴京赶考，其实陪你的时间并不多。我不在乎这个。先祝贺你鱼跃龙门，然后我要给你个惊喜。我脱籍从良了。眼下除了这一艘画舫，还有你送我的那匹白马，我是再无身外之物了。你好像从来没对我提起过。你好像不希望我这样做。我怕你以后怨我。我还以为你宁愿我怨你。我马上要出任浙江绍兴府的司礼。那好啊，那恭喜你前程似锦啊。什么时候赴任？我这次去赴任，恐怕不太方便带你去，我怕遭人非议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能理解我。如今，南有李自成，北有鞑子兵，我大明世道动荡，所以我只能先抛下儿女私情。报国要紧啊！今天是杨贤弟做主给子龙送行，我汪某人只是尽地主之谊而已嘛。哎，说，发配。李白美醉。为文章未尝少差，玄宗招之，为将免不迎，时白已醉，乃以水。那字念会。乃以水会面入见。索先生生意做得不错，字却是识的不多嘛。会面就是洗脸的意思。是是是，索某的确读书少，到了江南我才知道这个洗个脸呐都这么深奥。子龙兄这次在京城会试还习惯吧？我这次最大的感受就是江南遍地都是才子佳人，可在京城到处都是官儿。是啊，知道你不喜欢那些俗物，这本无影草
我特地请了徽州最好的雕版师傅胡武，足足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刻印出来。不过。 我已经不叫杨颖莲了，也许我本来就不是一个顾影自怜的人。从现在起，我姓柳，名颖，字如是。这个好像是从新嫁轩那儿借来的典故吧。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 情与貌略相似，颖莲，我能理解你现在的感受。 你还是叫我如是吧。颖莲已经不存在了。你知道，新嫁轩的那首贺新郎后面还有两句：“白发空垂三千丈，一笑人间万事。”无论如何，与你相遇。 是子龙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。子龙，你能陪我明天最后去一次西湖吗？我们就去拜祭你崇拜的岳母墓，好不好？我明天还有些家事，恐怕。 不行，岳老爷，贤贤灵吧，保佑我家主人黄泉路上一路走好，也多保佑一些天下英勇之士吧。这位仁兄。 我是从山东济南城逃出来的，我家主人是山东巡按御史宋大人，他就是一个文官啊，情急之下也带兵了，就在正月里，城破了，十几万人啊，我家大人。 卷去了，黄泉路上一路走好。当年公馆连湖记，子夜苍茫皆戍楼，海内如今。 船战斗，田横木下，一堪愁啊！欲修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成其意。今天非常荣幸，请到了东南文宗，于善钱穆斋先生。 来书院讲授《杜诗经解》。我们眼下所在之处叫明道堂。诗文之道在于灵心、世运、学问这三个要素。
就像我眼前这盏灯，灵心就像灯柱，学问就如灯油。世道时运，国家兴亡就像火种。诗也好，文也好，最终都应该为时代发出光亮。方才我从岳武穆祠堂那边走来，见一书生题诗，尾联句是：海内如今传战斗，田横木下一堪愁。好句，正是当前时局的写照啊。也看得出你们年轻学子忧国愤世的襟怀。眼下大明江山危机四伏，朝廷经营边防数十年，可在不久前，满洲八旗军竟然攻陷了济南府，这正是海内产战斗啊。然汉有田横，宋有岳飞，我等岂能苟活于乱世啊。忠臣义士，名节道义，是天下间的元气。眼神，眼神，你的眼神和手是要统一的，一起出去啊，要一起，知道吗？要柔，要这样啊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是自由身了，现在就像个断线的风筝，不回你这回哪儿啊？再说了，我五岁就跟着你徐福姐了，贵家院不就是我的家吗？从良是正道，挺好的。你跟那个陈公子怎么样了？是不是他不肯娶你啊？姐，我不过就是子龙的红颜知己而已，他有他的大事要做，不会留你儿女私情的。认命吧，总比他娶了你又连娶几房妾好。等到家财散尽，还是要把你卖回青楼的。徐福锦，所以我就赖在你这儿了，留下来陪你不是挺好吗？你和子龙的事儿我挺遗憾，哎，那就好来好散吧，这也没有谁对谁错。既然你是自由之身，江南才子如过江之鲫，好歹我要给你物色一个宋玉潘安之类的，也不枉费咱们称兄道弟一场。前些日子我广发英雄帖，强调非诚勿扰，无才免谈，这称什么体统啊？哎，怎么不行啊？几千年来许男人五湖四海挑女子，你就不能反过来挑一回吗？啊，一个不留神载入青史啊，你可要记住今天的好日子啊。王兄，你就不要再拿小弟寻开心了。再说是怎么挑啊？这种事情是要靠缘分的。得准备好了。在下钱塘方云亭，久仰如是君之文采，尤其一首《南洛神赋》，实乃开女子为男子作赋之先河。隔日景之意义，荡回风之吟首。隔日景之意义，荡回风之吟远，九牧方。九牧方姿，幸得一见。在下嘉兴司马流云。
在下衢州令狐飞。在下象山银玉峰。谢娘把卡，谢娘驾车客客，谢娘客相公，谢娘几岁的呀？年方13。怎么，一个都没看中？这些都是杭州城里的青年才俊的。要说按学问挑，除非虞山钱穆斋那样的，还差不多。哦，可算把你等来了，几日不见，还怪有些想念的呢。杨姑娘，哦，柳姑娘，这回来可得多住几日啊！我还等着拜读你写的新诗呢，一定得多写两首。姐姐客气了，我倒是听说姐姐托人从成都觅到了一些有年头的上好锦签啊，连带着姐姐的墨骨牡丹画的是越来越精妙了，我倒是想趁此机会同姐姐切磋一下画艺呢。你的消息还蛮灵通的嘛，姐姐就那几张好纸，连带着你眼馋的方家顶烟旧墨，到时候一并给你一些。真的？不巧家里来了客人，我去招呼一下，去去就回。不敢麻烦姐姐。垂杨晓月，秀帘东，莺歌残枝，蝶衬风。最是溪里寒食露，桃花得气美人中。得气美人中，好诗啊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不久前我曾在万松书院的明道堂听先生评我的诗啊。原来不知木兰是女郎啊。真想不到海内如今传战斗，以桃花得气美人中是出自同一人手啊，妙哉妙哉。如是也没有想到，在这春风的吹拂下，书院里博学理性的木斋先生如今也变得像个翩翩少年一般啊。哪里哪里，如是君的诗倒是的确有一番境界，那句桃花得去美人中绝了，一下子就让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失了颜色。看到了你，仿佛卓文君在世啊。哦，那看来我真得当龙卖酒了，到时候木斋先生可别忘了过来品我酿的酒呀。怎么，如此良辰美景，木斋先生就没有诗兴贺一首？草衣家住断桥东，好句轻如湖上风。近日西林夸柳影，桃花得气美人中。木斋先生的褒扬倒真的如同那湖上的清风，吹得让人有些飘飘然了呢。来来来来，大家都多吃一点吧。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欣赏小婉的厨艺了。
姐姐们以后要常来看我，不然小婉的厨艺谁来欣赏呀？真是，都便宜那茂公子了。这要是平常女人啊，这一刻一定是最灿烂的时候。可咱们却得黑灯瞎火的度过，就好像让最美丽的花开在黑暗里。我们姐妹托妻从良嫁人，哪个不是夜半敲醒？我又怎么能指望明媒正娶、大吹大唱？是啊，到这时候才晓得做一个寻常女子有多幸福。浮生如梦啊。先生，我们来庆祝吧。天色已晚，我看这就不必了吧。那就听碧江先生的。碧江先生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小婉，好好待她。一定，一定。商量了，决定上折子，推举御神，入主内阁。我们算了一下，总共需要黄金60000两。我，礼部员外郎吴来之，涿州冯正禄，河南侯若谷，怀宁阮大臣，各出10000两。如果木斋兄能够加盟的话，那倒是啊。荒唐。难道不记得当年周延儒计算于我，害我顶了个候补阁老的虚名，被迫退隐山林。24年大好时光，用于饮酒谈诗，你们真以为我甘心如此？告辞。先生，何必动气呢？咱们还是煮酒论诗吧，否则辜负了这雪景啊。老爷，有位青年书生求见。就说我有重要客人不见客。是。柳如是。陆世君，有失远迎。木斋兄，小弟特来看你。请吧。陆氏，虞山有座破山寺，唐人留下一句诗，曲径通幽处。我隐约得知你的过去，走过许多曲折之境。我真希望我能给你带来你需要的安稳。我真希望你给我个机会。你也知道我几十年来仕途坎坷，或许情对我来说已经是最重要的一个字了。
情这个字很难写啊。眼下大明江山风雨欲来，我怕先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母亲让我过来问，几时过去用膳？你们先吃，不用等我了。是。木斋兄，后会有期。最近吉谷阁挺忙的。哎，每年乡试之前，先生的这部书啊就特别好卖，成为童生们最喜欢的应考指南了。怎么样，这本诗集卖得不错吧？那是自然了，先生的眼力那是不容置疑呀。这位柳如是，那真是色艺双全呐。哦，是才貌双全，才貌双全。先生，这是这季的分红。哦，谢谢了。这是湖上草的。啊，卢世军的事物就不用经我手了吧？啊，哈哈哈哈哈！先生，这次是休憩半夜堂。不，新见一见。叫我文氏。小姐，信，木斋先生的信。他说他要送我一句话。九里香，我文氏，我答应送你一句话的。如是我闻。这是我送你的礼物。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如是君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邀请你参加今晚的韩熙文宴。没有外人，除了你我，就只有我两个好朋友。但半江月影，行乐须及春。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乱。喝酒，喝酒。没酒了，等酒。何先生结识这么些年，还是第一次看到像今晚这样落拓不羁的场面。卢师兄啊，来，与我抚琴同乐。这。金色无端五十弦。河中之水向东流，洛阳女儿名莫愁，莫愁十三。不是啊，以后我就叫你河东君吧。见了你，真是一扫我心头的烦忧啊。
木柴兄，我给你浇点冷水吧。闯逆已经在围攻洛阳，大明风雨飘摇，江山倾覆，何来莫愁的洛阳女儿？木柴，作为一代文宗，你是我们的榜样人物。忘了报国治天下的抱负，那是失志；沉迷于儿女情长，那也是一种自私。说重些，那就是读书人失德呀。河东君对于我来说，与江山社稷同等重要。再说，我满腹经纶，依然虚度了大半生的光阴。李周兄，你什么时候看过我有经世治国的机会啊？啊！告辞。哎，先生，我也告辞了。可是你大喜之日，你应该高兴才是啊！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在夜里就这么偷偷摸摸的嫁了。木斋先生，如是，如是他。今天晚上的事就缓一缓吧。睁着眼睛看着一切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就不要那些繁文缛节。列位挚爱亲朋，值此黄道吉日，我钱某人决定以匹敌之旅迎娶河东君，请大家见证。这钱木斋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迎娶一个青楼女子，什么叫？世风自下啊，就是按娶大老婆娶正房来办。买回世上千金笑，送尽平生百岁忧啊！
娟，不要，这些东西不用你来收拾。我娶你来，不是要你来做家务事的。你就坐着待着，不想写诗，不想读书，不想操琴，你就听风看云晒太阳。是你什么时候喝？是不是江郎才尽了？哎呀，你看我一忙就给忘了。忙什么呢？都归隐山林了，还日理万机的，什么事儿比喝我的诗还重要？哎，你还给我。哎，来来看。哎，你看你。大事不好啊，洛阳恐怕要失守了。我看朝中现在的官员没几个懂得用兵的，我虽然饱读兵书，却没有用武之地。眼看着山河破碎，我怎么能安心坐在这里跟你贺诗啊，我的河东君。要我看呢，大明江山不是缺良将，而是缺一个好皇帝。哎，这怎么乱说啊？来，喝点茶。这次画舫要是能变成战船就好了。想当年，韩世忠在京口长江的江面上指挥战船，梁红玉身披红袍，轻直拂骨，使金人终不能渡，真是热血涌动啊！木斋，你呢？恐怕过不了多久，我们两个人就像韩世忠、梁红玉一样上阵厮杀了。梁红玉当年出身于秦楼楚馆，委顿于乱世风尘之中，正是因为有缘结交了豪迈的英雄知己，才得以上场杀敌。你能成全如是吗？新做的菜，这个呀是我做的虎皮肉，你那有名的董糖呢？哎，对，我的董糖呢？来了。哟，这可有点铺张啊！你那婚礼不是更铺张吗？我那是跟你学争口气。我的婚礼成了金陵最盛大的婚礼，让朱国弼铺了十里红地毯，百人仪仗队，5000户卫兵，10万人观看，花费白银20000两。我要的就是这份场面。白萌姐真是豪情义气之人。来，我们望请夫人速速恢复。就在端午那天，消息传来，3月19，李自成的大顺军攻破北京，先帝自缢。4月，八旗入关，铁蹄踏破大明江山，王朝轰然倾覆。5月15，弘光帝继位于南京，穆斋在阮大铖的举荐之下出任礼部尚书，自有一番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壮烈情怀。但是我却没有成为尚书夫人的喜悦。圣上上了个折子，到时今天只谈风月，钱
钱夫人真是绣花必必必月。如是，谢马首府。好。早听说河东夫人才艺冠绝一时，今日是否有幸邀夫人唱上一曲，以尽此良宵之会呀？如此，有辱倾听了。睡啊！扬州陷落，是各部殉国了。什么？鞑子兵屠城，血洗扬州，恐怕南渡也支撑不了多久了。我昨夜写了封血书，要朝廷和当今圣上派我驰援扬州。我本来想成全你的心意，和你一起上沙场杀敌，可没想到敌军的攻势这么猛啊！现在还不迟。我好多了，今天还要和阮总兵去巡视江防，给我更衣吧。木山，我替你去。在扬州烧杀抢掠，整整十日，血流成河，很快就要逼近长江了。满洲八旗攻占我大明疆土，杀我百姓。他就是前尚书郡县的海盗郑芝龙的儿子郑森。安危都在我们身上，大家一定要同仇敌忾。他做弟子，这小子从小在东平长大。不懂华夏礼，钱尚书的夫人大人就不必计较了。请钱夫人上台，为大家鼓鼓劲，怎么样？水师兄弟们，钱大人为南明江山安危日益操劳，已经病倒了。今天我便斗胆替他来看你们。原本我是不应该站在这儿说话的，既然郑将军如此抬爱，我便当仁不让了。今天我不想代表尚书大人，而是要代表南都城所有的姐妹们跟兄弟们说一声，
将士们，拜托了，美人爱英雄，我们会永远跟英雄在一起，生死不离。为全城百姓而战，为父母姐妹而战，保卫南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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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想到你今天还有这个性子啊。这样的日子也不知道能过几天了。大人，尚书大人，大人。什么事？大人，京口失守。京口之战相当惨烈，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敌人凶猛。江北六镇有一个算一个，谁也不服谁，各派系之间相互倾轧，贻误战机，这仗没法打。以目前的局势判断，估算三天后清军就会围城，南都不保啊。至少我跟我的士兵都做好了拼死的准备。哎，师母。尚书先生，喝一碗参汤，不耽误你谈论经济大事吧。何东君啊，你来得正好。你就送大木出去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好。大木啊，你是先生最喜欢的学生，在这种关头。大木是学生，如果没有战争的话，但现在大木首先更是一名战士，以死报国也无所畏惧，在所不辞。先生给我起名叫大木，也是希望我能为国家顶起一片天的意思吧。只是城池将破，师母您……我身为女人也有自己的气节，你们不怕死，我怕吗？老爷，客人到了。先生，我是个生意人，说话比较直，不大会绕弯子，我们就开门见山吧。老夫如果没有猜错，这位仁兄是个说客吧。真想帮忙，就请你带个话。一，不能伤害无辜百姓，让生灵涂炭。二，尽快恢复科举取士，让文脉延续。江南果然是人文荟萃，遍地风流。但愿我能帮得上忙啊。恕不远送。是要献城对吗？死并不可惧，可是未知生焉知死啊。是可法舍身取义，固然保住了士大夫的气节，可那屠城中死去的几十万老百姓又有何辜啊？要活下去，带着更多的人活下去更重要。你想想看，
功臣的人是杀人，守臣的人难道不是也在杀人吗？穆翁，你怕死吗？当然不怕。何同军啊，我当然记得今天是芒种，是祭花神的日子。可现在万般的忙乱，哪来泛舟的心情啊？就要现成了，已经做了决定，你还忙什么？芒种一过，种花皆谢，能够在这样的纷乱之中泛舟湖上赏酒敬花神，岂不算赏心乐事？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问我爱你什么，我当时开玩笑地说，我喜欢你的白发。五年了，木扎的白发多了不少啊。这一杯就敬木扎的白发。我一个风尘女子，你却以匹敌之礼娶了我，还让我做尚书夫人。这一杯我敬你。这一杯敬花神吧。别忘了，我可做过花榜状元。木斋，还同往年一样吧？还画百花图啊？那给我画一朵九里香吧。你我相差36年出生，却能够同年同月同日死，真是千年修来的缘分呢。我能想象，这朵花，也许是城破以后南都最美的一朵花。如果我是一朵花，美过，炫目过，灿烂过，能够让时间在花开荼蘼的那一瞬间停止，也不错，对吧？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枯荣自有天定。我们为什么让时间停顿？花开一年又一年，不更好吗？难道你想苟活？你献城是为了百姓，殉国是为了自己的名声，只有这样才完美啊。你殉国，我殉夫，天经地义。你不是说你不怕死吗？但我不想死。你
也不要死啊。你想没想过，献城之后你就要背上千古的骂名。水太冷了。木斋兄，我是来告辞的。短短几天，许多事情劈头盖脸的砸过来，我也不知道谁的选择是对的。木斋兄，你有自己的解决方式，但我不敢苟同。我决定了，回乡招募一批子弟兵，反清复明。木斋兄，你还记得当年河东军的那首诗吗？海内入锦穿战斗，田横木下已堪愁。木斋，你若是肯做田横，我定当亲率500壮士。你多保重啊。言尽于此，告辞。常叔来人了，钱大人要去北京。陈夫人那边说，派几个人去伺候。钱木斋，你快出来！你别拦着我，你知不知道钱木斋要去清朝当官？你知不知道我没有和他成为千古罪人？抓紧赶路，天黑到不了驿站。好吧。大老爷，行行好吧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行行好吧，行好吧。老爷，您看，是的，赶快打点他们，都有都有，好吧。来，别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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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有，上我这儿来。我的命啊！你来了，你把盘缠都散出去了。自己路上怎么办？你看看这些难民，真是作孽！何同军，我做的决定真的有我的理由。你现在不理解，
将来一定会理解的。朝廷已经颁诏恢复科举，按前朝旧事举行会试和各省乡试，我们读书人还得担负起传承周礼的责任呢。大明可亡，天下不能亡啊。何东君，你是不是从来没有喜欢过我这个老头子？你这时候说这些干什么？你献城，甚至于你不愿意殉国，我都可以原谅你。可是你现在要去清朝做官，你让我怎么原谅你？我一个女流之辈都知道应该有自己的底线，你平常孔孟之道一套一套的，你……如是。谁啊？师母，是我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今天晚上就要离开南都了。我的船队已经撤离到海上。好。如师姐，请允许我这么叫你。跟我走吧，去海上，去抗争，去当梁红玉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谢谢你。可是有些情感不可能开始。你自己小心。如师姐，如果你真的想当梁红玉，今天晚上是最后的机会。我会在后花园门外的巷子口等到子时。站住！干什么去？你，哎，你这里就一点也不觉得愧对你老师啊？啊，大木身正影直，问心无愧。我呸！半夜三更跟你的师母私奔，还身正影直，亏你还敢用大木这个名字自称啊！没想到木斋先生也口是心非，也去当二臣。如师姐去当梁红玉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以海盗的儿子，你懂什么？你这。严鹤，我打死你！我拼了！住手！我掐死你！我，你们都给我住手！你们都别闹了，我哪儿也不去。那个街角是一个人生的街角。转过去，或许路就不一样了。最终，我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宿命里。兵荒马乱的，别什么事都那么好奇。他们杀了叫陈子龙的大英雄。夫人，这只是个传闻，也许不是真的。夫人，现在是大清天下了，你还这么忌惮前朝的官员，会给咱们全家招来杀身之祸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少爷，少爷，不可以的，少爷。行行。再说，我父亲刚走，你就跟他的学生不清不白的。你还给你的老情人设灵堂，我少爷，少爷，
老爷走时留下了手谕，说遇到事情一切以夫人的意愿办。老爷，您一路劳累了，还是快进去歇着吧。南柯一梦啊。父亲刚一北上，河东夫人居然给陈子龙设灵堂，还与郑家那没良心的您那不孝的学生私奔了。我不听这些。我破君王士大夫尚不能全绝，你又何必苛责河东夫人。当个二臣呢，他做些什么我都能理解啊。下去吧。将军的信里只写了仙侠关三个字，他怎么知道我们来了呢？来来来来来，谢谢老板。哎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哎呀，应该的。这兵荒马乱的日子，看你们一家三口，真是让人羡慕啊。这也刚安宁了没几天呢。前一阵儿啊，有个姓郑的小将军在这儿与清兵大战呢，直到是弹尽粮绝了才退走。哎呀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啊，就图个安稳，看他们争过来斗过去的啊，就像看戏。哎呀，咱不管谁当皇帝啊，反正日子还是要过的嘛。哎，就在前几天，在这儿抬走了一个人，就死在仙侠关的路边呢。说这个人原来是明朝的一个什么大官，后来又做了清朝的大官。哎呀，那又怎么着呢？还不跟场梦似的。你知道那位大官叫什么吗？叫阮。老爷，
这位先生，请问您？我还以为你挺好的。我是来找木斋先生的。好，里面请。江南的富民义士，也欢迎你的归来。想必此次子龙的来意，莫翁应该有所了解了吧？子龙已经拉起了一支人马，军号正午，现在大约有2000多人，就是急缺经费，不知莫翁。子龙啊，你来找我。我很欣慰，钱的事情我一定会尽力，不过要容我踌躇几天。幸好啊，我还有点值钱的书呢。这道宋版汉书从赵蒙府家里流落到民间，被我收到，能够把玩这么些年，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。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。不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在清廷这些日子啊，好了，别说了，你看书我陪你。老爷，哎，夫人怎么样了？还是吐，不过夫人好像不是害病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凭什么抓我们家老爷？钱谦益，资质反清，私行兵署。木斋，夫人小心！木斋，夫人，有劳了。把门打开。何同学，我生怕见不着你了，让你担惊受怕了。如是啊，你还记得婚礼当天你问我的3个问题吗？记得呀。好，你再问我。你不怕？不好不好，如是，你要笑。我最喜欢你语笑嫣然的样子。你不怕？我出身青楼，辱没门楣。不怕。那你不怕庭院深深，家族是非，
不怕。你不怕世道险恶，人言可畏。我不怕。不然你可千万不能有决绝之念啊。今生今世能够与你结缘，死而无憾，这是我的最终了。恐怕出不去了，苦月死晚了。既然你一心向死，我也绝不苟活于前。我是你知不知道，现在不是一个人在等你，是两个人。王兄，我把莫文给我的，现在跟官府还能说得上话的旧同僚名单挨个的走了一遍，没有人敢碰这反清的案子。这也不能怪他们，当朝的旧臣差不多都是些软骨头。你别急，以我的经验，当下能够救木斋的只有一个。谁？看来情况你比我清楚。那是，你也不看老弟的本行是做什么的。和你在一起这么久，既然不知道你是满人的探子，要知道的话也不肯跟你做生意。这通敌的罪名我可不敢当啊。哈哈哈哈。怕什么？你现在大声地喊出来都没关系，这方圆百丈没有外人。再说这山河已经是我们大清的了。赢了，赢了的口气。当朝赢再简单，前朝足够强大，但太复杂了，所以自己打败自己。像钱穆斋这样的大才子，一生无用武之地。可惜，你们也容不下他，所以不会见死不救吧？你去准备银子，我来打点。另外，还需一人出手相援，方能有万全把握。不知你指的是？陈子龙。子龙兄，还认识左某吗？左，开门见山吧。我是为了你和钱穆斋的案子而来，只求你一句话。你的这句话有可能救三条人命。柳如是已产下钱家骨肉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件事情和钱穆斋没有关系。大义如山呐！
木斋兄，恭喜恭喜啊！木斋兄，你来了。哎，好好，出来就好，出来就好。嗯，家国家国，国破了，还有家呀！啊，守着家就好啊。可惜钱某已是朽木矣。哎，朽木才能长出灵芝来嘛！枯木逢春呐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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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来，坐吧，坐吧，嗯，好，来，我给你带来一样东西。看看吧，朝代更替，犹如四季之轮回，荣枯之天道。子龙居庙堂之高，为前朝守节，求人得人呐。木斋兄出江湖之远，传天下之道，路还很漫长。子龙，子龙，多可爱，到爹爹这边来。妈妈，来来来，爹爹，哎，好乖呀。木斋，你带着小蕾先走。木斋，妈妈，幸亏书卖了不少，支援了子龙啊。天能烧我屋内书，不能烧我腹中书啊！小蕊，慢点，可别摔着。爹，爹爹，你回来啦！嗯。爹爹，爹爹。那些花多漂亮呀！啊，是好美啊！啊，我们采了好多好多大蘑菇呢。算孔圣人的生辰，啊啊啊！孔圣人，在红豆山庄的平静里，木斋一直与坚持复明的大木保持着联系。第三次攻打南都失利以后，大木萌生退意，木斋执意要劝说他战斗到底。老师，大木。既然龙武帝赐名给你叫成功，你也不能无功而返了。老师，
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攻打南都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一个带兵之人，我不可能为牺牲弟兄们的性命而做毫无成功可能性的事情。今天对福建沿海的封锁是越来越紧了，孩子，我是想你没有退路，不成功别成人。老师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去这里，台湾。今天是你的八十大寿，黎州先生和子敬主要来帮你祝寿，我给回绝了。黄立东啊，是黎州先生。我就想啊，就我们两个，太太平平，定定心心的，说说闲话。来，一会儿啊，我去帮你煮一碗新鲜的香蕈面，味道鲜的呀，保准让你的眉毛胡子都掉掉。这个红豆树上次开花是二十年前，正是你娶我那一年，只开花没结果。再上一次，只怕活着的人都没见过了。今年它不但开花了，还结了红豆果。这颗红豆就做你八十大寿的贺礼吧。花如梦里，向来烟月是绸缎。自从赤条条的被抛入红尘，经历了那么多人，那么多事，那么多岔路口，那么多无奈，我才明白，我们永远无法理解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事。原来我用尽一生的时间，只为擦尽六根所沾染的尘灰，只为心无挂碍，重返宁静。宛若流花如梦浅浅的飞雪，你的背影，此去成灰。一卷香烟
此去。